好，那我早上在写哦，所以稍微看一下。当然，这针对资工系啦，可是其实别的科系也可以参考一下。好，那资工系的面试指南。那 OK， 所以我们很快的看，跨过重点，好，跳过重点，不是跳到重点，不是跳过重点，好，那其实每年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哇，有一些同学会问这个问题哦，但是其实我发现大家的想法差异是很大，那不止你们跟我们想法差异很大，我发现我跟很多其他人已经在工作的人想法差异也很大。那到底是什么差异呢？第一个差异是根据我们学校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因为在金门基本上没有电脑类工作，有啦，有修维修硬体类的工作，少少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没有软体类的程式类的工作。那除了我们学校里面你帮某些学校单位写案子以外，那其他的就很少。那最多就是接什么风师爷啊，或者是共堂店啊，或者是那个的案子哦，但是基本上就没有软体公司了。好，所以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哦，不管这个学生到底是程式能力很好还是程式能力烂到爆，他们出去之后都同样的一点自信都没有。然后呢，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最优秀的一个学生，他去面试的时候就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回答呢？但是他被录取了，很容易被录取。问题是，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哦。不过想一想，我们当年也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意外。那什么呢？就是面试一定会问你，那你打算要多少薪水？你才愿意来这里上班，对不对？或之类的，或他直接问你，那你希望的待遇多少？好，那接下来呢？那个程式能力很好的开出来的价码，跟程式能力烂到爆的开出来的价码是一模一样。那这有什么道理呢？这有什么道理？我实在怎么想都没有道理。好，那很多学生会说，由公司来决定，公司决定哦。你知道，如果你的老板还很有良心，他会说还给你一个好价嘛，还不错的价。但是大部分不会哦。其实大部分老板都超喜欢这种答案，听到这个答案就直接给你22K 啦，对不对？太棒了，对不对？为什么要给你多一点钱呢？我的荷包会很伤啊，对不对 ？OK， 其实他的荷包不伤哦。为什么？你进去是帮他赚钱啊，你不是进去领钱的啊，知道吗？一个公司，你只要有能力，你进去就是帮他赚钱啊，你怎么会是领钱的呢？你一定是赚的比那个更多，多很多的钱啊。好，所以通常当你给这个答案的时候，你觉得对方会觉得啊很开心嘛？对啦，那种对于那个上述那种老板是会很开心的，但是大部分跟你面试的人很可能不是老板，不是 CEO， 也不是董事长，对吧？那除非很小的公司，很小的公司都老板自己面试啊，那这很正常。那可是呢，如果大一点的公司，那其实都是人事部门在面试的。那人事部门面试，其实你就比较没得谈。为什么？人事部门面试人资，人事部门通常我们叫人资啦，那人力资源部门嘛，那这个面试通常没什么谈，因为一个官僚体系，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人资，他就是照公司的规矩，所以这通常就没得什么好谈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很大型的公司，那就有得谈了。不是在很大型，其实大型的公司有时候也有得谈，看你谈的技巧。那只是
当然你还有本身的能力和筹码问题的。那如果你能力很好又很有自信的话，应该你要能够开出可以让自己放心留下的价格，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什么叫做可以让自己放心留下、安心留下的价格？因为当你这样开的时候，对方不止不会鄙视，也不会说啊算了，通常也有啦，也会说算了，但是不多啦，不多啦，那最多就会说 OK， 那请你回去等候通知吧，对不对？那他真的这个价码开不下去，他两种可能性，一种跟你在谈价码，第二种就是直接不通知你，就找别人。啊，那得看你跟他的价差和他觉得你的能力之间差异多少。那所以你如果完全不开价嘛，人家其实不会尊重你，反而对你来讲不利，对公司来讲也是很不好。那你只有得到足够的薪水，你才会觉得自己能够好好的工作。你一开始进去，你总是会觉得说，我新人嘛，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但是呢，对啊，这种想法也不见得是不好。但是你新人没有错，但那你就得要，比如说在三个月的时候跟试用期满，跟公司重谈薪资。这时候你一样又得要敢开价。既然你通过试用期，公司觉得你能力很强，你开出来，他应该还是要你，除非你真的开得很离谱，那没办法。OK， 但是你通过试用期，然后呢，公司也觉得你，如果你开价码的时候，你通过试用期，但是呢，公司觉得其实这个人可有可无，或者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聘，那你开价码的时候，他趁机把你踢掉，这是正常的事情啊，这没什么啊。OK， 但是这时候就真的看得出你的能力。你还没通过试用期，当然你开价码是有点不容易，可是往往一个公司也没有什么评判，即使你过了试用期，很多公司也是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怎么评判。真正能够了解一个人好不好的公司少之又少，非常少。OK， 所以这时候没道理要对不起自己。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为什么要对不起自己？所以谈薪水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问题是你们几乎都没有谈过薪水的经验，所以你们会很保守。那一保守的话就糟了。那如果你试用期满，你又不懂得重谈薪水，或者是你过了一年两年，你还是不懂得重谈薪水，那最后会发生，通常是不太好的事情。OK， 好，所以你们常常会谈出一个让自己无法安心工作的薪水，然后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同届的同学，然后你跟他稍微聊一聊。那个同学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所有能力都比你差，但是呢，出去之后他的薪水比你好很多，然后你就开始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就开始想说 OK， 那我要离职，那我要换工作，那你又不跟公司再重新谈价，那你就离职了，那公司想留你也留不下来，是吗？他连跟你重谈的机会都没有，你就离职了。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对公司有贡献，而且你确定公司觉得你有贡献，而且贡献是利大于弊，那你没道理不谈。OK， 好。
那所以如果你不谈价嘛，其实对个人和公司双方都是很大的伤害。那我记得我自己硕士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其实我研究所的时候就有做过那个一个礼拜一天的，一个月一万二 ，OK， 那写程式哦，那时候写 PDA 的程式，1991年非常早，那时候全世界几乎都还没什么 PDA 有啦，苹果有出一个叫牛顿的东西 ，OK， 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江川写 PDA， 听说这家公司还在，我一直以为它挂顶，结果后来我发现，哎，居然有人告诉我这家公司还在。当初那个 7-Eleven 的第一代的 PDA 盘点机就是他们做的，我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家公司居然活下来的，我一直以为我做过的公司全部都挂掉了。不过这是正常的啦，其实公司的寿命比人短，所以以现在的时代而言，你做过的公司挂掉的机会是很大的。那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那个 PDA 程式，那是还在学校的时候。第二个工作就退伍之后，硕士毕业当完兵退伍之后，去中研院的资讯所当研究助理。那个第一份工作算是第一份正职工作，薪水一开始所上规定是36000，一般老师都会觉得，你 OK 的话就加个几千块这样子。三个月后就45000，他就是等于是试用期满就45000、啊、那是中研院当研究助理的工作，所以这种工作你就要想清楚、哦、你要谈价嘛，你也没什么好谈的。凡是公家机关，基本上你都没有什么机会谈什么价、啊。就像我们来这个学校当老师，你有多少机会谈价嘛？不多了。那人事那边是有他的聘用的等级薪资，通通都是规定的死死的好好的，你再谈价码也是没有用。OK， 但是民间是不一样的，民间的公司价码的 range 是很大很大，要看你的能力，看你的给公司的那些印象，还有你对公司的回馈之类的。那所以后来有一次我跟同学创业，然后创业维艰嘛，你知道创业维艰，那个薪水你领得多的话，这公司一下就挂点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想说 OK， 那薪水不要领太多啊， OK， 那但是想说创业没赚多少钱，等以后赚钱之后再说啊。那这常常是创业的人的一个迷思哦。但是这个时候经过了这个创业时期，然后当然公司是挂点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好的体会和经验。什么很好的体会呢？就是你如果创业，你最好把自己薪水拉得比一般正常你出去外面工作的薪水还要高。如果你给不起这个薪水，你的自己的创业的公司都给不起这个薪水，那代表你这个公司根本就不值得存活在市场上，你就要重新思考啦，不要一直拖到那个硬撑，然后最后还去借钱，然后来，对，那就不见得很好。所以后来那个公司倒了之后，应该还没倒我就离开了啊，对。我跟同学吧，基本上他是老板，我不是老板，所以我比较容易离开啊。那后来我就回去继续念博士了，那时候我已经大概三年级，博士班三年级，所以博士班都在外面鬼混。那这时候我对薪水就比较有概念了。三年级一回去想说啊，赶快论文写一写哦，整天写写写，然后来整天想题目，整天在写。那大概一年之后，已经提了口试，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提口，好像已经提了口试，第一次口试，然后口试过了，可是第二次口试还没，这时候我就又跑出去工作，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得谈一个薪水，让自己可以很安心，我才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OK， 否则的话对公司和我都是伤害，所以那次我是去松下。
啊，松下那时候在台湾仁爱路有一个 Panasonic 台湾 Laboratory， 就是松下台湾研究实验室嘛。那我们去，我去那边面试，我就直接给他开，因为他们后来面试第一层啊，然后又第二个，又第三个，最后第三个应该就是啊，那个我后来进去才知道哦，原来第三个其实就是那个。他现在当初那个 PTL 的主管，最高层主管其实是日本的。OK， 那台湾里面最高层的叫处长。OK， 那最后那个跟我谈的就是处长。OK， 他日本人不可能跟我谈，他 连中文都不会啊，对吧？那我用英文跟他讲其实是可以啦，但是那时候不是他来最后来谈的，应该。应该通常会找台湾的主管，那我就直接跟他说，他说你希望待遇是多少？我就说，我觉得10万元应该可以。好，那面试完之后，我觉得状况还 OK 啦，但是对方其实没有当场给我 offer 嘛 ，offer 就是跟你确认说 OK， 我你来上班我们，对，那就是给你那个职务，那。但是面试完，我忘记一天还是两天了。那个就是处长就打电话来说，我们很希望你来我们公司，但是价钱可不可以商量一下？这很常见，知道吗？这绝对不是奇怪，这很常见。如果你面试过。很多次你就会知道，其实价钱可不可以商量一下，这个是常见的。那这时候就代表说他想要你进来工作，但是他觉得你的价码可能有点太高，不见得他付不起，很多时候他是付得起的。对，但是少一块钱总是少一块钱嘛，对不对？对，那所以他有时候会跟你稍微谈一下这个。那他就跟我说：“你还在念博士啊，也不能当全职啊，所以可不可以打个八折？”那这时候我就有点犹豫啦，打八折一下，虽然打的不算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犹豫哦。那他就在说啦：“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弹性，因为你毕竟你还没毕业嘛，你要常常回去学校啊，所以我们如果按月薪给你的话，其实是不方便的啊。”OK， 所以呢？这个价钱是按时薪计算，也就是说，你的时薪转换成月薪是8万，而且是日商和美商，其实外商他们都很有职业的规则，所以他给你的钱，他绝对不会东扣西扣或干嘛的。OK 啊，那他也不会说什么劳健保外加之对内涵之类的，那不会，他一定是就是给你那么多了。那所以他加班还是计算你的时薪，所以这个时薪这个价钱如果按时薪计算的话，其实我没有算过什么概念，但是我收到薪水单的时候我就有概念，大概时薪是600。 OK， 那时薪600，所以一天算8小时的话大概4000、快600啦，那大概4000，那换算成月薪大概只能乘以20，不能乘以30了，你这30是不对的，因为每天都上班嘛，也不可能啊。也乘以20，所以大概也差不多8万。OK， 所以是这是对的。好，那所以相较于前一份工作而言的话，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我就做得很好，会做得比较开心啦、啊。那其实前一份工作我也做得蛮开心的啦，可是其实你做得开心，不见得老板一定做都很开心啦、啊。因为我前一份工作我是去做研究的，我不是去，因为中研院嘛，毕竟就是一个研究单位，对，那所以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到了这个工作，我就知道，这个工作是其实虽然也是研发单位，但是其实它有一点生产的东西在 ，OK， 所以两个性质就不太一样。那所以。你如果能够谈一个让你可以心里可以安定下来的薪水，你才有办法真正说 OK， 我工作得很好。OK，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不需要委屈自己。当然如果你今天找了好几份工作，然后你发现说 OK 我开出来的价码都太高，那你可以稍微调整嘛，你可以再调。可是我不觉得现在的市场行情有这么坏。我们那时候市场行情当然也没有那么坏，其实是那时候算是蛮好，但现在也没有那么坏。所以一个不适当的薪水对你和公司而言都是伤害，这个我大概已经讲了第三遍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和看法，不能很武断的认为就是这样。那工作和面试的方法每个公司都有不同，他想要的人也不同。那特质啊，不同类型、不同想法的老板、不同企业文化和制度，都会对薪水和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你觉得是有能力的，而且重点不见得是能力，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很清楚。那你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很委屈的去开一个很低的薪水，然后让自己一下就被录取了，这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你跟人家谈好，你要言而有信啊，你不能说谈好了之后我不去啊，他不去，你不能满口答应，然后之后说不去，这样不是很好。但是你甚至可以说，对于那些公司你真的很想去的话，那你就直接答应吧。那如果你觉得这间公司我还没有很确定我很想去的话，那你可以先跟他就是不要完全答应下来。OK， 那这样子的话之后你没有去，你还可以跟他说，因为我另外一家公司给了比较我比较喜欢他们的工作啊或待遇啊之类的，所以没有办法到你们公司之类的。那你是不代表你只能够用被动的方式，你其实是可以，你有操控权，因为一份工作就是在买你的能力，公司用钱买你这个人的时间和能力。OK， 所以昨天我就在发了一个 FB 的问卷调查。那这个问卷调查就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各位看一下。我第一个调查是这样写的，请问一下业界的主管朋友们，你们公司在聘用程式人员的时候会不会想录取一个论述能力和成绩都不错，但是链接串列二元素杂凑表小型组一气通通都写不出来，然后没有用过版本管理，不会 git， 不晓得怎么样做单元测试，也没有写过专案的职工系毕业生当程式人员呢？当然我这是刻意这样问的，那因为我前一阵子还写了另外一个资工系毕业生应该一个合格的资工系毕业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嘛，之前写了这一篇，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来问了。结果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很多人说会，因为这些需求在网页公司都用不太到，而且当你是白纸才好塑造，好做教育训练。 OK，还有人说，对，通通都写不出来，这才好，是白纸一张，业界的实际做法，才不会自己以为会了，用自己的方法搞自己的，团队需要一次性的架构。OK， 那这每一个人呢，有一些真的是主管，我确定，那有一些不知道哈。那像这一位，他基本上就是他们公司算蛮高层的，面试的人，那。但是他们公司是做 SAP 的，如果你听过 SAP 的话，那所以他们的需求是以 SAP 而言，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ERP 公司，德国厂商。 OK， 那他要求的就是你能够把 SAP 导入到那家公司，然后把它建制完成，然后上线。 OK， 那这种公司其实那个 SAP 的价码很高，所以他的薪水通常不会太差，可是他们要的往往也不是程式设计的人员，因为 SAP 已经是整套系统都写好，通通都做好。可是问题是为了要适应每一个公司不同的流程文化，他导入的时候会有相当的困难度。
那他们在做的东西通常是跟人比较有关，跟整个公司的流程比较有关的，所以资管系的同学其实是很适合做这种东西的。可是反正现在资工、资管、资科什么都没有差啦，大家都觉得反正学校训练出来的就是我们不要OK， 所以你再看下面的啦， 我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都这样讲啦，哦，好，下面这个小时候面试新人，他小时候就是他刚进公司没多久的时候，会很慎重的去考核对方是否真有两把刷子，因为大家都答得很烂，标准不断下修下修下修，可就算是这样，最后进来的人还是对他自己专业一知半解，最后干脆算了，也不强求什么，只要听得懂人话的，可以 Google 的就好了啦。哇，再要求的话，连人都争不到了。所以现在争人很困难，你知道吗？这代表你价码不可以开太低，你破坏市场行情。就算你什么都不会，哎，这一句话讲的不太对，好算了，但我没说过啊。OK， 然后呢？这个下面在想，其实这是真的。有个同事前几年连 struct 都不会，但是很努力很操练。现在他是我们的技术指导，能力非常强。iOS 部门有大学就写过 iOS 当专题的，还有其他两个科系哦。然后学底层会自己找书或问人，重点是学习心态哦。然后呢，再来这边写，学校出来之后还是要重新教啊，反正硬体为主的产业软体不是老板的重点嘛，代工厂这么多，需求都不一样。那以代工厂而言，他管理软体能力是怎样？其实还是有影响啦，只是他们通常不懂啦。那所以你进去乱写code，跟你进去写很好的code，对他们来讲，乱写code的搞不好生产率比较高啊，一天可以好几千行啊。写很好的code，搞不好写一写那个code还缩短。他就认为你没有生产力啊，这很正常的啊。其实老板不懂啊，哦，真的，哎，好，那你有没有看过上次有一个，哎，就是那个靠北工程师之类的那个啊，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注解，然后那个程式码上面的注解就是，哎，那个程式码去 wait 一千，啊，就是反正就是让它停久一点，啊。然后他上面就注解啊，说写老大交代，说这里要慢一点啊，这样子下一次版本升级的时候才可以多收一点钱啊。OK， 像这样子的，哎，对对对，那像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哦，有时候是真的有。你知道之前听说 Apple 就被查到，当 iPhone 升级新版的时候，旧版会自动变慢了。这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我没有说 Apple 有，不然我被告，好吧，好 OK， 好，那有些人说可以接受这些都不会，但是要靠自习两三天内学会，这我觉得这个答案实在太怪。你学了四年链接串列通通都写不出来，然后你要自习两三天之内把他们的公司的东西学会，不排除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基本上就是万磁王啊！你就算再烂，你有那种特异功能，那你当然是会啊，没有问题啦，哦，那四年都学不会，那我们老师不是都白当了啊？好了，不过我们老师确实是白当啊，算了，我也不去跟他辩论啊。OK， 那公司只会录取能增进公司价值的毕业生。与学习那些基础技能无关。哎，说这句话的，其实他本身就是老板的，是我一个网友嘛。那这个老板基本上对他的观念一直都是这样。那他本身是数学系毕业的，他也不是学程式的，但是他程式 Ruby on Rails 写得很好就是了。那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曾经去宏达电啊，然后后来就自己又出来开啊。然后之类，然后最近他开了一家叫 Growth School 的样子啊，就是做那个 Growth Hack 成长骇客的那种东西啊。如果你是业界很熟，你就知道我在讲谁了啊。这里
不提到人，所以你自己应该知道的话就会知道。好，那后面这个可能说热情胜过一切啊，我之前看太多还曾经教的优秀硕士生工作没有热情，能力够好不愿意花时间投入，只想做表面公司表面应付公司哦，没有热情。这句话其实对不对呢？部分对啊，但是不代表你有热情你就应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啊，这是错的。我很有热情，但是我一天坚持我只工作8小时，可以啊。你很有热情，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不是热情，那是爆肝哦，那不一样。热情跟爆肝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好，所以请不要误会哦，所谓的热情不是那件事情。OK， 那接下来其实是大家已经放弃了对资工系毕业生有期待了。现在大学教育很难培养出专业人才啊，大部分都是要到业界才开始真正培养出来。这其实是两面啦，哈。当然我没有办法再去辩驳什么，但是说业界能培养人才的话，台湾也不会这么弱了，所以这不一定的，这不一定的。其实业界培养的就是你能够马上上手的那些东西。OK。那学校培养的呢，往往是什么都学，但是你不可能什么都会啦。哪那么厉害？一个人从 CPU 开始、自己刷电路板，自己设计 CPU，自己做液晶萤幕，对，你万磁王啊，那还是自己写作业系统、自己烧韧体，然后自己写编译器、主义器、虚拟机，有啊，我们有一门课就是在这样搞啊，没有 ？Man to Tetris 现在就正在这样搞啊。但是你有这种能力哦，其实出去业界，基本上是他是在做一个全打通的动作啊。也就是说你资工领域是无所不能啊，对啊。但是业界其实通常没有要到这样的程度的。Man to Tetris 这种课是，我觉得是神课啦，神课。所以那门课你还没有学好的话，其实是也不用太灰心啦。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其实是有能力学好那门课。好，那看了这些讯息之后呢，我常常就会得到一些奇怪的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根据我刚刚对资工系毕业生到底需要什么能力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资工系毕业生不需要任何程式能力，只要有一颗向上的心就可以了。那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哦，因为这代表我们老师通通都没有渎职，我们不管怎么教学生到底程度怎么样，就完全不会程式，出去之后还是优秀人才，大家只要有一颗向上的心就好了。这我觉得很嗨，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人生启发的一件事情。未来不管我课上的怎么样，我都不会再内疚了啊！好 ，OK， 但是这个结论好像有点太早了，因为背后还有一些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看到这边，他说有些人就说，其实现在业界完全不相信大学教育啊，大学教育对业界有可有可无啦哦。那怎么样让学界和业界更紧密、更互信是教育重点？这样讲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这是以那种像德国的那种实习式教育体制啊之类的。那像美国根本就不是走这样的啊。那、可是美国的教育也没有真的很好啊，所以这、也都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奇怪的地方。好，那这边就有人开始质疑啦，成绩都不错，便捷串列、二元柱、杂凑表、小型主义器通通都写不出来。那为什么成绩会不错呢？这个学校的课程品质有问题，要打 0.87 折。0.87 折不是87折哦，是 0.87 折。好 ,OK, 好。那有些人是说，当然录取没问题啊，跟你花多少钱嘛，你如果只给 18K 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要先确认一下这个学生是不是真心想要写程式当工作，这是重点。真心想要写程式当工作，这个真的是重点，但是很难确认。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4年都没有学会任何程式设计，他会真心想要写程式当工作吗？
这就是我问题里面隐藏的一个陷阱，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出来啊。好 ，OK， 那有人说会啊，缺人缺得很，反正多厉害也是从头教，所以更不要说现在请来的新人几乎都上述那个样，价码大概是40000出头，低于这个数字根本完全不会来啊，缺人啊。好，所以各位知道现在缺人有缺的很严重啊，对吧？好，然后再来，也是看公司吧，不是每个公司都需要高深的技术啊。如果要帮学生找工作的话，可以联络我们再综合啦。那显然他们公司可能比较传产啊，所以很多资工系的学生不想去啊，或之类的。好，资工系资料结构不会，程式不会，这是怎么办到的？然后成绩很好啊，这很难讲。那 对，真的很难讲。说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场的同学和我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对吧？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对外面的人来讲，他们觉得很意外啊。你们会觉得很意外，我才觉得意外哎，好，再来的话呢，在竹科公司没有在看热情的话，因为园区都是要集战力。这一点其实是有点道理，因为竹科的公司的规模大部分都比较大，特别是比较前面的那些学校，不是那些公司，他就只录取前面学校的人。譬如说台积电，就我所知，几乎都只录取台清交、成大。为什么？因为他第一关人资部门，第一关他看学历，学历不够，除非你经历非常特别。像我们有一个同学是那个陈书豪，他就有非常奇特的经历，到了那个国光啊，再到了那个康宁玻璃，然后去了大陆又回来，他有很特殊的经历，所以一进去台积电就被录取。但是那种都是已经有经历的，跟你刚毕业的人不一样。那可是有一些公司你没有被录取，不用太意外，因为那是人资部门啊。就算你能力再强，他也是不会录取你啊，因为第一关你就被刷掉了，你连履历投进去都不会有回应啊，对啊，那很正常啊。好，所以这个回应就让我觉得很好奇哦，所以我又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这样的啊，请问业界的程式人主管是否愿意聘用一个15岁的国中毕业生？这个15岁的小子程式写得不错，有写过一些不算太小的专案。而且他很愿意学，而且有上进心，会简单的英文听说读写。当然我说的是简单的哦，所以其实只要你不害怕，就是会啦，你敢讲就是会了。当然，如果你完全连 A B C 都不会，那就另当别论了。那请问贵公司会给他多少薪资？这个是后来才补上最后一句，为什么？因为有人说你这样子问，没有问到薪资，应该要补上就补上。就得到一些有趣的回应啊，说用啊，干嘛不用？我都把人名拿掉，但是有一些人名我没拿掉，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告我，所以我没拿掉他。OK， 好，那我自己当然是不用拿掉了，但是有一些啦，有一些我知道这个是公众人物，其实是不需要，不会在意人名被我放上来。好 ，OK， 然后说哪有这种极品，赶快送一批过来。15岁。国中毕业啊，但是程式设计能力不错，有写过一点专案，不算太小，然后英文听说读写会简单的，好吗？人家就怎么，我贴这个贴文跟上上封反差很大，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上上封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国中生，结果国中生比较受欢迎，你不觉得反差很大吗？那 OK， 然后再来说可以用啊，但是除了还要当兵，可能会中断，这稍微讨厌一点。因为一个公司他不希望说啊，你要去当兵，然后回来之后通常又不会在他们公司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讨厌一点，没错。然后又有人说，专长是写哪类的啊 ？APP 网页还是这个？显然他们是为了他们公司问啊。那我说这是假设性问题啊，假设他会的东西就是你们公司要的那个领域的话，说好人才当然不能用年龄来限制啊，当然会用。然后说，就有人讲了一些比较实在的话，说
一般而言，在大公司是进不去啊。但是如果自己开公司的话，我会用。我跟你讲，如果我自己开公司，我也很喜欢用这种。十五岁了，OK。然后他说，我会以专案经理任用，底薪三万到四万，奖金另计，花四万投资没什么输不起的啦，很便宜啦，对吧、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这一个最夸张啊，这个 Benji 啊 ，Benji 就是宅本桥啦、啊、那他说，我会用薪水比照 Jason 啊，各位可能不知道 Jason 是谁。这超霸气的啦！我可以假装自己是十五岁吗？哈、哦，这社福薪水一定比我高，一定比我高，一定比我高很多、哦、啊，两倍以上啊、哦。OK， 不一，不一定啦，但是反正觉得很高啊、哦。好，然后呢，就有人提到了用十五岁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其实这种东西，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一查就知道了，十五岁有没有违法，你就查嘛。就是未成年的工作者，然后的法规就找到了哈、哦。那十五岁基本上是属于十五到十六岁算童工，十六岁以上就不算哦。但是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还是要家长同意书 ，OK。十八岁以后就不用 ，OK、嗯。所以十五岁到十六岁或基本上他不能够超过正常工作时数40小时一个礼拜 ，OK， 他呢不能从事有危险性的工作 ，OK， 然后呢写程式应该不能算是有危险或者是那个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啊、哦，所以啊、哦、那所以写程式我觉得应该不可能被列为有危险工作了、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那他说未满十八岁要法定代理人同意书，啊，还有年龄证明文件啊。那童工就是十五到十六岁之间的才叫童工啊。那十五岁以下是完全不能从事正式的工作啊。那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四十小时，例假日不得工作，就这个限制而已，这没什么啊。那这也只限于十五到十六岁里面哦，因为他指的是童工嘛，啊，十六岁以上就不算了。十六岁以上只要家长、监护人员愿意签，其他的都跟一般人一样，这种年纪轻轻就开始程式工作的人，其实很有先例了，像是唐凤啊，或者是 J， 其实也不用讲 J 先生了，因为下面都有名字啊。好 ，OK， 那。翟先生就回答啦，他说他若愿意签本票，保证几年内为公司带来获利，如果达不到就用一辈子偿还，可乎？张先生就说，为什么对十五岁那么苛？一般员工也不用签本票啊。你如果去某个公司他叫你签本票，千万不要签啊，那会完蛋的，千万千万不要签，任何工作都不需要签本票、哦、你知道本票是什么意思吗？本票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转移那个财产的、欸，那个本票是你有一笔钱已经压到银行进去，那一张基本上就跟钱没两样的。OK， 啊、嗯，什么时候要用到本票？就比如说我去买法拍屋的时候，我这辈子只用过一次本票，就是买法拍屋、法拍地的时候用。OK， 比如你千万不要乱签本票，本票是视同现金，一签出去。那张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OK， 哦，你得要拿钱去银行压才可以开出本票，所以这千万不要乱签。还有支票不要签啊，反正只要是任何的那种，就是对，就是说他说你要什么赔偿啊，要什么压什么，但是你要给他那个像薪资，就是那个存款不盈本啊之类，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最后要入账你的薪资，这个是 OK 的。身份证影本有时候是需要，那你在存款簿影本和身份证影本上面，通通都可以加一些你的手写的，避免被伪造或什么、啊、你加手写说仅用于什么什么用途，
OK， 这样会好一点。那大概就这样哦。剩下的他要求其他的要你签什么的，其实都有问题。甚至最近通过了一个法律，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之前有所谓的竞业条款，有听说过吗？啊，竞业禁止条款就是说，你这个工作离职之后，你不得从事跟这个工作相关的类似工作，或敌几年内对对对，或对手的公司啊，或之类的啊，那你不得从事这种事，其实是没有法源依据的，这种都是公司要你签的，他写几年就是几年。但是呢，因为这个实在是很有问题的一个法律，所以最近修了一个，把这个条款给修掉。他修成怎样呢？他不是说不行，他说可以，但是你如果签这个的话呢，在他离职的时候，你要求他两年之内，那你两年之内都要给他他在工作的时候的半薪，以作为补偿。OK， 所以他愿意给我半薪，我当然就不做啦，对不对？那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通常不可能有公司愿意啊，除非真的你这个人很恐怖，那公司就可能想把你签下来，这是有的。因为一旦你这个人投入敌方之后，他这个公司有可能因此挂点的话，那他非得把你签下来不可。OK， 好。那所以就有人说，一般员工也不用签本票啊，你也曾经15岁啊，对不对？然后这老大就说啊，我22岁时候就用这一招拿到公司 offer， 直升从经理起跳，啊、这个病态嘛。但是谁叫他是这老大人，对不对？他现在基本上在成大教书，而且不是全职，他是还在另外一家公司担任南部的负责人，南部最高的主管，不能叫负责人，负责人是公司老板，南部的最高主管。那所以他就说，哇，这政府险中求胜，厉害厉害。所以呢，看了这么多关于工作的讨论，你应该知道怎么找工作了，怎么谈薪水呢？OK， 最后怎么还有一页？这个忘记删掉，抱歉。好 ，OK， 上传过头了，今天早上写太快啊。好 ，OK， 那这是今天第一个要给各位看的。好，剩下时间各位继续做你的期末要交的东西吧。好。